就顺到这儿吧，早点回去吧。你要是想我了，就打给我。你这个号是移动的还是联通的？这么长？是建行的。记得打给我，拜拜。喂，老婆，今天我公司加班，一会儿你去接一下孩子呗。好嘞，搞定。啥事儿都这样啊？今天我前女友约我，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。哎呀，不会是想跟你重温旧情吧？我猜也很有可能啊。哥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我怀孕了。咱们俩都分手好几年了，你还想约我？我就想告诉你，当初我们在一起，不是我不孕，是你不孕。一会儿你去接一下孩子呗。